开始。你会不会吃太多？开始，开始。杨妹妹，先进吧。你要玩哪一个？要八三。不行啊，不行。你要八三的，他会来抽你。生小孩还是带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欢乐，两个人的世界很好，很自由，可是有小孩真的不太一样，所以他是绝对是来让我进步，然后让我学习，对啊，所以谢谢你，谢谢大家来，谢谢。